主持哦，我们县里长哦，那局长哦，整个今天在淡水整个日巡呢的活动呢，我们的现在已经起航了哦，那县长忙一点，局长哦。
思同集，也代表我们武林们哦。武林门之外，我们还有哪些金狮聚集哦？那大家可以财源滚滚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金狮团，谢谢。
所以呢，他就呢到皇宫里面去呢大闹皇宫。那时候呢，他人已经不在世上了哦。那他就去偷什么？偷皇后娘娘的香囊，偷他的宝物。所以那时候闹得整个皇宫哦，非常非常的大家整个后宫啊，整个宰相啊，整个我们的文武百官非常非常的害怕哦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他就去，应该就是说去把皇宫的这些一些的事情把它摆平之后呢，皇帝呢后来就觉得说，哇，他当时不应该呢，因为他的外表而取消他考中科举的一个功名哦，所以就恢复他呢，赐封他一个名号哦。那当时呢，他妹妹并不知道呢，他已经往生了哦，所以呢，他特别呢把他的妹妹交代给他的同窗好友，请他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妹妹哦。所以那时候他有化身回去跟他妹妹说，就是要把她嫁给他的同窗，请他好好照顾他。那此时呢，那个他妹妹呢已经觉得不太对劲了哦。后来他发现哥哥已经往生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民间有很大家流传的一段的民间故事叫钟馗嫁妹哦。所以呢，后来呢，他也呢，在我们民间上面列为整个驱鬼、整个辟邪的一个象征哦。其实呢，钟馗的意思呢，也是在让我们知道说，人不可貌相啊哦。很多人呢，他虽然说外表呢不是我们所谓的俊男美女，但是呢，在他的心地里面呢，也是充满着善良哦。我们这边恭迎我们安西城隍爷圣驾，莅临我们淡水平安师进站红毯。那在我们城隍爷圣驾那里由来吼，还有那里气牙背牙吼的神尊，也欢迎呢我们所有的教班会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日巡呢，清晰的直播画面哦，所以呢，现场好朋友，可以跟你的亲朋好朋友大家说哦，可以上 YouTube 去搜寻板桥小康，就可以看到呢，整个淡水平安寺这边呢，整个绕境了所有的正头的直播影像哦。
由我们主任委员哦带领所有的执事代表，向我们淡水平安师清水主师爷献上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礼成，谢谢，欢迎欢迎欢迎哦，大家一路上辛苦了哦，谢谢，要注意补水哦。Thank you.
也谢谢我们的校班会的好朋友哦。大甲妈她走的方式呢是向右走三步会更远，向右向左走三步会更远，再回到原点哦。所以呢每一个宫庙呢他们的走位不太一样哦。那也有一些宫庙呢是由女子哦，是女生的教班会来管理的哦。那所以呢其实呢就每个地方性呢上面的属性不同哦，然后庙宇的文化也不同哦，也延展出他们所延伸出来的政府也不太一样。六位神尊圣驾莅临，淡水平安师敬赞同坛，也请求六位神尊呢护佑淡水平安师所有的炉下众弟子，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，和睦安康。所带领的我们所有的队员，欢迎我们卢王会关将手。Thank you.
卢会长哦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我们教班会辛苦的同仁，谢谢。
师，那老二厨哦，圣驾莅临，我们淡水平安师进站红毯。辛苦了，辛苦了哦，辛苦大家一路上辛苦了，感谢。